明年2022即将就要选县市首长选举了。其实呢，早在先前国民党在选党主席的时候，大家都已经在讲要选出来这个党主席，重点就是他要先打赢2022明年的选战，因为这样2024才有希望。好，2022呢，大家都认为他应该比较像是一个期中选举这样子的一个感受来做一个期中考。可问题是，现在到底要怎么样来布局整场战局？民进党部分有动作了。好，来看到是民进党，他们昨天在开会的时候呢，先做出了一个结论，全台湾22个县市嘛，那六都之外呢，其他的16个县市他们说基本上啦就是要初选，那比较艰困的选区像是金门啊、马祖这些离岛的话，他们就打算要用征召的。那你就会问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六都他们要怎么做呢？来看到的是民进党的秘书长林锡耀，昨天到贵州呢，他就直接的讲，他说蔡英文希望六都的市长人选由他自己来负责，来协调征召提名。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民进党内大家都知道派系很多，瞧不拢啦。来看到的是民进党的郑国会，好，郑国会的中常委这一位叫做陈茂松，他其实先前呢就已经在他们的中常会里头说过了，说他认为啦，蔡英文当初呢不也是要选连任吗？选总统呢，选总统连任他都还要来做初选了，为什么六都现在不做初选，连任就可以直接再继续续任，再继续选？他觉得不公平，全部都要初选。所以现在呢，秘书长突然抛出说，没有哦，蔡英文说希望六都的市长人选他自己来负责协调跟征召提名的时候，陈茂松就讲了，如果总统是真的他这样讲的话，我不会说。可问题是，要知道哦，如果真的是这样，最后选的差是怎样？总统要负全责吗？哎，爱哉呢？那酸掉不后，到时候不是掰咖而已，有可能是脚就此被打断。好，这句话讲的也是蛮直接的。好，到底为什么在六都的部分下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做法？最主要的原因啦，还是因为六都呢，大家现在就蓝绿基本上来讲呢，现在是希望说呢，整个版图好像北部的部分蓝的比较多，南部的部分绿的比较稳。那在台南的部分呢，现在传出有可能陈亭妃想要来挑战现任的黄伟哲，可能是这样，郑国会体系呢才要求全面要做初选。不过就说永延会的这个王定宇呢，他也有想法，也有意思。所以现在到底要怎么样来布局六都的这个部分，民进党呢都还在看。我们刚刚讲到了六都的部分，北部比较是蓝的有机会可以守住，毕竟台南高雄下看起来很可能民进党比较稳，但是在北部有没有可能可以站稳呢？其实在根据最新的一个台湾民意基金会他们昨天所做的一个政党民调，发现在现在政党的民调的部分，民进党的 30.1%， 国民党 19.3%， 民众党的则是 13.3%。 注意咯，民众党跟国民党之间只差6%而已耶，这样选举选下来，国民党会不会淡薄啊回响？好，这一位呢是前民进党的立委，叫郭正亮。郭正亮呢，他就来评比一下，目前如果真的是在台北市的话，好，我们知道台北市首都嘛，对不对？那现在柯文哲也已经做了两任了，下一任呢，据说传出了国民党有可能蒋万安有意思要出来选。好，如果是蒋万安真的他出来选的话，民众党现在看起来应该会由现在的副市长黄珊珊出来。那郭正亮他的认为是这样，他说如果最后他推出的是黄珊珊出来选北市长，黄珊珊其实先前呢也是泛蓝的嘛，所以恐怕蓝的也有部分会投给他，那他投票得票率也许就会多于13%了，可能会到15%。那如果呢到最后民进党再找对人的话，再闹一下两岸议题，也许民进党有机会在明年的台北市拿下这一局。好，现在看起来好像是民众党有机会来左右蓝绿两大党在台北市这个首都之战吗？大家昨天就问到柯文哲了，说现在呢，你们民众党看起来年轻的选票拿得到，但是呢，老人的选票国民党多，有没有可能跟蓝营合作？又或者在明年的选举会不会有其他的想法？柯文哲怎么回应？来听听看。民众党有信心要成为执政党，我们的智库有列出说，当前你知道台湾面对的重大问题啊，分三大类，每一大类又有它的分项。那我们要公布，你知道，我们要求那些年轻人，你知道，如果你在写硕博士论文哦，我们是鼓励你研究这些题目。为什么？
我们要做研究，不要为了研究而研究。我们来说说，我们做研究是它的做出来的结论是对这个国家有影响的。所以我们只是建立一个平台，希望这些年轻人努力，对国家未来的发展是有影响的，就这么简单呢、啊。打选战是一回事的哈，但是要做好市长，你在还是要做各种准备，比方说要熟悉市政啊，要增加知识。坦白讲哦，选举是一回事，做市长是另外一回事，所以该准备的还是要准备。会跟国民党合作？其实正确的讲法是我们跟所有人都可以合作。高鸿安哦的这些遭遇的哦。我跟他讲说，我不晓得恭喜你还是要安慰你啊？哇，你现在已经是那种，人家用那种国家级的打击对付你。你看看哦，前几天那个什么翁达瑞是不是？一个躲在那个匿名的，也不晓得他是真实姓名是谁，哦，然后写一篇文章，那主流媒体立刻马上跟进，哦，然后在 PTT 就上，那晚上 call 节目再打，哇，这套路我还蛮熟悉的。我常觉得这样的哦，认真工作就好了。其实说，我讲的讲哦，这种认知作战哦，当然出席会很有效的，打击政敌非常有效。但是久了，你知道哦，还是会引起人民的反感。